Janice Man 文咏珊近年人气急升，最近嘅新戏消失的她更加令佢胜利成为亿万票房女星。不过最近有网民就曝光 Janice Man 嫁入豪门咁多年都打唔入上流圈嘅原因。Janice Man 喺2019年嘅九月同金融财进富三代男朋友吴启南喺香港注册结婚。据知吴启南系富三代兼红三代，家族有多位成员都系内地富商或者系政治人物。佢同梁锦松更加系亦师亦友啊！几年前佢哋就合伙成立投资公司。网民就话，照道理 Janice Man 同梁锦松嘅老婆中国跳水皇后伏明霞应该要打好关系噶，但系就从来冇见过佢哋相聚。而伏明霞就一早打入咗上流圈，不时出席豪门阔太嘅聚会。但系 Lemo 出身嘅 Janice Man 就从来未获邀请参加豪门阔太聚会，可见伏明霞冇照顾到 Janice Man 啊。